睡醒看到我的手。
照片，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。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？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？还想着这么宇宙，但现在已经不太清空。你让我整个人都冰冻，还怎么再次为你心动？为开你不是你的意愿，离开我还是新的起点。但能落陪我对你单恋，谁让你曾经让我疯癫？疯癫，可你是不具有归属感，让我的体验。我猜你也不会出现，我幻想着纪念。至少想要你一遍，你可能听不见。Shh.